因为被忽略变成长。大家听一下。好大声。早上好，是不是？哦，那个圆圆，又见面嘞，喂。圆圆呐，很紧张。其实我也早上进去。好的啊。狂呼噜。看现在开飞机。来吧，啊，你就在我们这边待一下吧。可能呵呵要一下子。你去把它放出来，它完全不会咬人，也不会抓人，完全都不会。那很好啊。哇！我不敢。啊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上次你看到他所有的小草子，然后他现在变得比较大只，对，但是把他抱过来，你知道我没关系，就让他在这边了，对不对？让他习惯。嗯，很稳定啊你。我送出去之前还是可以来。好。还是可以来看他。要认识一下吗？他会啊，他很爱亲近别人。嗯。好开心，对啊，好开心。因为这次我们那个也有做过那个艾滋白血的，喂，你家三宝，你不要这样子了啦。好好好，你阿姨想进去啊？但是他就是很皮啊，他就是硬要。对，好啦，三宝不喜欢，你就先待在这个快要被淘汰的猫屋吧。再跟大家补充一下，演员是之前有跟我们领养过其他猫咪的领养人，在公园抓到的，临时想委托我们接手安置送养。不过那时我们的行程跟空间都非常的紧绷，直到现在才转移过来。他是男生，年纪大概七个月了，现在就是过来我们这边安置并正式曝光找家喽。刚好吃吗？没有。嗯，完了，第一天吗？没关系啊，反正他来之前已经有吃了，所以应该是还行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好可爱哟！好啦，他其实很亲人的，只是因为那个陌生的地方嘛，所以有点紧张，所以会紧张。希望你两三天就好了，好吧？乖哦。哎呀，第一天来就会玩。那你好好适应一下。期待哦。然后让我们拍一些美美的画面。帮你找家。嘿，三宝。嗯。圆圆，圆圆，那你还不出来啊？嗯。还没有准备好，反正是我们把碗打翻。看一下。嗯，都好吃完嘞。你叫玉竹哦。来这边拍片呢，好不好？找新家，找一个正式的家，快点哦！等你准备好了，一直窝在里面没什么好拍的。你要出来走走，然后玩玩逗猫棒之类的。嗯，不要叫。干嘛？你怎样？饿了？好啦，等一下啦。好，先跟小猫不能培养感情啊，很忙的。对啦，喜欢吃罐罐的，满满的水分哦。好了，你继续吃，我去用别人，有人在靠腰了。那三宝你也吃完了，你要巡视别人哦。嗯，你吃饱了。对，我手说，嗯，有的啦，没有的啦，刚很大碗呢，哦，好了，边边角角还有一点，嗯，很干净，好了，就先这样子喽，
赶快适应哦。嗯，谁啦？哇，是你哦，那个高音，那个辨识度很高哎，很爽。虽然他第一天一直窝着的，不过真的是很乖，嗯，完全不用担心。惊人，对啊。都喂完饭了，然后圆圆今天有进步了，他愿意出来吃了，因为他吃了一个，怎么这么快？哈，你要舔盘子啊？嗯，好好好。好，大家都在吃饭了。嗯，难得今天第三天圆圆出来了，赶快再用动刀棒跟他玩一下。圆，嗯，看他能不能够知道是在外面有得玩，还不错。嗯，要不要做一下双方运动？嗯，呼呼。哎，可是你刚刚吃饱没？这样会太激烈。哎，你坐起来好有成就感哦！啊，可爱。哎，你知道镜头在拍哦。啊，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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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好像差点吐出了。嗯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吃饱饱不能玩呐、啊，好不好？是想说看你出来，看你出来，舍不得你，等下要躲进去。哦，这边目前就你进步最快哦，干嘛要进去？才刚夸奖你，你该不会饱困了吧？哦，进去洗澡。好，那就这样吧。来、啊。今天要来帮圆圆剪看看指甲，在剪完了也就开始动。哎呦，这种人话，不可能吧？木要边呼一边增长，哇，真长。对啊，就这样子长，然后可以稍微快剪一下。快好了，嗯，很快了，你配合就很快。哦，你的脚的指甲怎么短？不用不用。好的好的，帮他停一下。好大声！听说你有新技能了、啊，哎，原来你比较喜欢我。对。快点来，去来，嗯，这样，你现在是狼人后哦。哎哎哎，干嘛？他真的很爱撞镜头哎。圆，嗯，圆，嗯，好乖，嗯，你躺在人家身上，哎，这里面猫咪会这样哎，你跟谁学的？其实圆圆已经来我们这边一段时间了，非常的稳定，很爱吃也很爱玩，也会跟我们撒娇，基本上可以直接开放送养了。那他的资料已经建立在浪图通报平台上了哦。如果你正在寻找亲人的小天使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